세션을 시작하겠습니다. 저는 저 차이나에 가진 한혜인 이상기 대표입니다. 오늘 그 바쁘신 가운데도 저희 세션에 귀중한 시간을 내주셔서 천지에 있어서 대단히 감사합니다. 현재 중국은 그 제조 그 세계 500대 대기업이 전부 다 중국의 제조 공장을 가지고 있는 그야말로 메이드 인 차이나에서 거대한 중국의 그 14억 인구의 그 소비 시장은 메이드 포 차이나로 바뀌고 있고 더 한 단계 나아가서 중국의 경제 성장과 아울러서 위엔화의 기축 통화 또 세계 경제의 중심에 서 있는 그런 그 강대국으로서 부양되면서 메이드 바이 차이나 중국이 그야말로 그 세계 금융 질서를 재편할 수 있는 그런 시대로 올라오고 있습니다. 오늘 좀 이따 소개를 본인이 직접 드리겠지만 특히 저희는 학문적인 접근보다도 실무적이고 현실 가능한 면에서 좀 더 한중 간에 다른 모든 영역은 지금까지 그 2,500달러를 넘는 그런 그 무역고를 나타내는 정도로 한중 간의 경제관계가 긴밀하지만 금융면에서는 중국의 진입장벽도 있지만은 실질적으로 많은 면에서 금융협력이 좀 더 다른 영역에 비해서 뒤처졌다고 저희는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아무쪼록 그 본 세션에서 좀 더 그 현실적인 문제 또 더 나아가서 정말 서로 향후 협력과 그 상호 윈윈할 수 있는 그런 금융 그 합작 모델 체계를 해주셨으면 감사하겠습니다. 그럼 먼저 그 좌측부터 간단하게 그 본인 소개를 그 간단하게 회사나 본인 소개를 해주신 다음에 순서대로 세션을 시작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各位好，我叫韩冰，来自中国，在这个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做董事局主席，谢谢。 안녕하십니까. 저는 그 KTB 투자증권 그룹의 양인모 이사입니다. 지금 이번 자리에서 저희 투자할 수 있는 한정 펀드 관련 문제인데, 저희 KTB 투자증권 그룹 자체에서는 지금 현재 KTB PE를 중심으로 해서 한국과 그 다음에 중국, 동남아시아 위주에서 투자하는 펀드를 좀 많이 결성하는 상황이고, 지금 되게 의미 있는 자리라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大家好，我叫张鹏，我来自中国这个九鼎投资，我是最近的投资总监，然后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活动，谢谢。下午好，我叫崔明，是远瞻股权投资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我们上一支基金刚刚结束了7年的这个投资，叫这个中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它是一支中外合资的这个基金，做点蛮成功的。 我希望在这儿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这些方面的经验，谢谢。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国，申鑫信投资集团，我叫唐小丹。申鑫信投资集团是一个这个在中国发展16年的一个企业，既有实业也有金融投资。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中华人投资基金的设立，谢谢。 안녕하십니까. SMH 이상봉입니다. 저는 뭐 헤지 펀드를 설립하려고 정권회사에서 들어왔고, 지금은 이제 한국에서 헤지 펀드가 설립됐습니다만 아직은 본격적으로 헤지 펀드가 활성화되지 않은 상황에 있습니다. 이따 그 부분에 대해서 조금만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그럼 먼저 우리 한빈 그 한빈 리스께서 그 말씀해 주시죠. 습도에 아시죠? 这两个搞得很突然啊，一个很突然呢，就原本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是中国创投担保公司的。 王大明先生，因为他今天有事情临时早晨去回中国了。另外一个突然就是，好像在回之前，刚才我是做什么观察员的，那现在没得观察了，那就先自我观察了。这样，这个因为在此之前呢，这个王大明先生呢，他已经把他的发言主要的部分。 已经提交给了分论坛，那么这个我们桌子上每个人已经拿到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实际上就是他准备在这个会上要做的发言。这里面的这一些主要的内容，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还是要尊重这个王大明先生。 他原来的这些个内容，里边呢，我做一些个细微的调整。他的这个发言当中一共谈了几个部分，从这个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危机过后，中韩要加强金融合作的这个现实意义。那我们都知道，2008年。 全球的金融危机，从中国来讲，因为中国在此之前的严厉的金融监管，和这个市场开放程度相对比较低，所以应该说，在这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方面受到的直接影响，相对的说起来要小，而制造业、加工业这样一些传统行业相对说起来。 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在这个危机过后，那么中韩之间呢，就金融方面的合作，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应该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由于中国目前在这个金融领域当中，无论是基金。 还是PE， 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行业，还是比较年轻。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方面，不但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同时呢，我认为也应该向韩国来学习。那么学习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是双方能够有共同的合作，所以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就是对于外资基金，就是对于外资的介入，还有很多方面的限制。虽然这些限制，在这个就在中国，在加入 WTO 的时候，有过一些承诺，也有过一些相应的政策。实际上，应该说这个步伐还是比较缓慢。 那么，所以在这个两个前提之下，这个我的观点，我认为呢，就是中韩之间，要加强金融方面的这个合作，还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第二个大问题呢，就是中国私募基金市场现状。实际上，中国现在的私募基金，从 VC 和 PE 这两方面来看，是。 是整个私募市场的主力。2010年，这个除了并购基金和房地产基金之外，这个创投的总投资额是130亿美金。2011年，就是比2010年增长了1.5到1.7倍，发展到了200亿美金。 2011年，中国市场的这个股权投资机构一共是3216家，其中呢2187家是属于本土机构，也就是说是属于中国国内企业所投资设立的机构。这个在中国大陆地区现在管理的资本的总量呢，就是达到了12万亿。 从这些个数字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应该说，最近这几年，就中国大陆来讲，私募的这部分市场的发展还是非常的迅速。在这里边呢，我想插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目前在中国的私募市场，应该说最大的问题，我认为还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就是我们 还没有能够在市场建立的过程当中，完善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法律，所以这个是目前在中国大陆里面，如果说从私募基金的角度啊，那么这里就是说它所存在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方面是比较大的问题。 那从这个基金的退出上来看呢，这个私募基金最主要的还是以 IPO 的方式来退出，这个比例占到了 73%。这个2011年一共发生了615个，一共615个案例，那么其中呢 IPO 退出是有 470笔， 那也就是615笔里边有470笔是有成果的，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所以可以这样讲，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在中国最近这几年，这个私募的运作还是比较的良性。翻一个大问题呢，就是关于中韩基金合作方式。中韩基金的这个合作方式，应该讲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里面我刚才讲到啊，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个法律方面，就对于基金还是有很多的欠缺，但是应该讲这个市它有弊的一方面，同时也是它有利的一方面，因为市场允许探讨，市场呢是一定是在这个法律之前的，尤其像中国的法律体系呢是一个叫做成本法的法律体系，那也就是说 要有法律条文的相关的规定，那么才能对某一方面的活动、对某一方面的行为能够加以规制。那在这种前提之下，目前虽然中国的法律在这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从法律的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说，如果在中国发展这方面的，就是这个中韩基金的这方面的合作。 那么，我认为呢，它还是有这个相当的基础。换句话说，从它的本质上而言，实际上对中国的法律，这个现有的法律
没有叫做根本性的违背，因为按照这个中国的法律原则呢，是在这个民事法律里面，就是法律只要是没有禁止，法律只要没有禁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因此呢，涉及到 VC 和 PE， 现在基本上的一个处理是在这个合同的范围之内。因此，也就是在目前在中国大陆上，涉及到 VCPE 最主要的，还是以合同来加以规制。那么，据我了解的，就是实际上这些个合同绝大部分还是源自欧美的为多，其中有一部分是符合和中国的这个法律规定相一致的。那么这一部分呢，这个应该说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律师或者是中国这些个法律人所做的一些创造。那么据我所知，这个最近这几年啊，在这个 VC 和 PE 方面呢，是有一些个纠纷的发生。那就按照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数字也能看得出来，615起的推出，其中有470起是成功的，那也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不成功的。那这些不成功的最后会导致一些纠纷的发生，但是就我了解，实际上就目前在中国大陆上，只有甘肃省的法院是对这个投资啊，对私募的投资是所做出的判决对投资人是不利的，也就是说对 LP 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我们来看呢，那么我认为这个中韩合作基金从它的这种方式的探讨上讲，这个应该说就目前中国的法律和政策还是留有很大的空间。那这个第四个大问题呢，我想说一说，就是合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涉及到金融的监管。那么这里边应当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说，怎么能够防备系统的风险来保护投资者。因为是这样，如果说从设立中韩基金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绝大多数应当是机构的投资者。那对于目前中国来讲，机构投资者相对说起来还不是非常的成熟，那么无论是从管理的这个能力，还是从募资的渠道等等这些方面，因为你也知道，这个最近这几年在中国发生了不少起叫所谓非法的集资。实际上这些非法集资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我了解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和私募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中国投资者呢，这个就是从机构的方面来讲还不是非常的成熟，那么有很多的私人投资者就更加不成熟。实际上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所充当的角色其实并不是一个投资人的角色，那么可能是一个借款人的角色啊。所以这个方面呢，这个就是怎么能够防范一些系统的风险，防范系统性的风险啊，包括投资者。那么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要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监管合作，因为这个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那么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可能会反映到在这个两个国家就金融方面的合作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或者是两个国家在这个法律方面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可能是有的地方有冲突。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应当是在基金设立之前，这个应当是要就是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考虑的。所以这个呢，因为我也是这个叫临时被指定发言啊，所以用这个就是比较短的时间，那么我想呢，这个应该是比较能够充分的表达这
刚才王南明先生想在这个会上所要做的这个内容，好，那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임기응변 식으로 하셨지만 아주 그 한중 그 금융 합작의 중요성 그리고 특히 중국의 3호 펀드의 그 구체적인 통계 수차를 통한 분석 또 법률적인 측면에서의 그 국가 간의 그 공통 관리 기금의 어떤 법적인 제도적인 장치에 대해서 아주 좋은 말씀을 드렸습니다. 다음에는 중국의 그 지우딩 투자라고 하는 그 회사에서 오신 그 투자 그 사장님이신데 참고로 말씀드리면 작년에 2011년도 중국 투자자 중에서 최고의 그 영예를 누렸고 작년에만 17개를 상장시켰습니다. 그 이번에 아주 모처럼 어려운 말길 오셨는데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아 죄송합니다. 다음에는 그 지우딩 투자가 아니고 우리 저 최명 그 투자관리관 종사신데 그 상해, 홍콩, 북경, 그 미국을 떠나시면서 국제적으로 그 상당히 많은 그 투자회사를 관리 투자처를 찾아서 관리하고 있습니다. 좋은 말씀 부탁드립니다. 谢谢大家，因为那个今天我们。 主要讲的主题呢是如何设立一个中韩的这样一个合资的基金，所以呢，我主要呢是从外国投资人如何通过这种投资基金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角度呢来讲来做我的发言。另外呢，我也看到就是很多人想知道，就是在中国是如何运作一个这样的私募基金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也会讲一下，就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中，我们是怎么样管理这样一个私募基金的，这样你们也可以看看跟韩国的这种管理实践是不是也是这个基本一致的。最后呢，我会讲两个我们的这个投资的案例。首先呢，我在讲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坐下来谈这个私募投资的事情和谈建立基金的事儿，主要呢还是一个资本的逐利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钱呢，都是要往最能赚钱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中国呢，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一个地区啊，在过去这个二三十年里面呢，它都有平均9%的这样的年增长率。第二呢，就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那个市场呢，这个不管这个大部分的工业组合呢。 都享受到这种消费升成长的这样的高增长。第三呢是中国的货币，中国的货币呢在过去10年来呢，不断的呢对这个主要外国货币在增值，所以呢这也对那个享受这种货币盈利套利的这样的投资机会，在中国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另外呢，就在中国本身呢。 它有一个非常强劲的资金支持本土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个大的环境。现在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呢，已经达到了3.3兆亿美元啊。所以实际上是很多这些钱呢，都是用于在这个政府的再投资，比如中投公司的设立上，很多呢也是这个可以帮助整个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在最主要的是呢。 在过去30年里面呢，中国已经完善了它整个保护对投资人的保护这样的法律结构。就像刚才这个韩律师讲到了这样，它的这个法律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呢，是还是非常健全的，可以说是很健全的啊。所以呢，这样就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投资人，还是中国本土投资人呢。 基本上都可以在股权投资中呢，享受到足够的法律保护。还有呢，就是中国它经济的这个全球化，所以使得呢，那个中国的企业实际上跟国际投资人呢，他们的对话，通常呢也是比较通畅的，那个所以这个文化的这种企业文化吧，也逐步走向这个国际化。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人口红利大降到，之所以能享受到这样的发展呢，和中国的这个人口很有关系。另外呢，中国受教育的人口也为企业的发展呢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保障。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呢？那个很多国际资金呢想进入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我们。不是不会只局限于谈到这个中韩的这种合作基金，那韩国的企业如果能投资人如果看到这个国际投资人的大环境，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机会的话，就应该呢抓住这个时机吧，进入到那个中国市场去。因为我的上一支基金呢，我讲过了，叫这个中国资本，它呢就本身呢就是一个这个合资基金。 是由中国的一个机构和美国的一个基金共同发起成立的，在2004年成立在中国那个投资的这样一个基金，那在去年呢，它已经完成了整个它7年的投资周期，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回报，所以我就基于在那个基金的运作的基础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经历。 我们在过去7年呢，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呢，主要投资所谓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是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这是因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呢，在中国呢，是这个非常有活力的。当然，大家都问到这个中国中小企业的概念啊，只要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解释呢，有很多种解释。 那可能最官方的解释呢，就是除了这个，中国有一个叫国资委啊，就是这个国家国资委呢，大概管了100多家企业，那个呢是大型企业，剩下呢可能都会被归纳到这个中小企业的范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啊。他们从这图表看到，它不管是对中国的 GDP 和对利润，还有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出口，他们都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对中小企业的这样的投资呢。 通常呢会比较灵活，会这个，大部分呢这都是民营企业，那个我们所谓叫私人企业吧，非国有企业，这样投资起来呢，它受到的限制，包括对企业的估值方面呢，会要容易很多。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个呢作为我们投资这个主要的方向。另外呢，大家很关心就是，在任何一个投资。 我们在做投资的决策的过程，在中国投资，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决策过程？因为我们是在中国比较早的做这种这个私募股权投资了。我们做的第一个投资呢，是1996年，到现在大概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啊，将近快20年了。那我们正式做这个基金呢，是在这个差不多10年前，那个8年前做的这样的一个基金。所以我们的。 这种投资决策过程呢，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大部分现在私募股权投资来做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投资第一步呢，也是要这个找到合适的项目。对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在很多基金呢，它都会有这个自己的就是当地的，就美，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了，在这个呢，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叫项目来源。 那项目来源里面呢，你就会做一个每个基金呢会建立起自己的我们叫 criteria， 自己对企业和对投资的要求，根据他的要求呢，他来选择对什么样的企业进行投资。比如说呢，这个我们在选择企业的同时，我们一般呢是要做这个，因为我们的基金呢是叫 pre-IPO， 是要对这个企业进行这个最后一轮。 上市前的这样的投资，这也是在中国现在最流行的这样的投资的这个选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通常会对企业的利润、规模和它的那个成长性，都有你自己企业自己的有的基金自己的要求。根据这个呢，你在我们通常还有一个要选择这个在它这个行业中的前3名。 我们才会进行投资，但是前3名呢，它有细分啊，在细分行业，这样呢，我们才能认为它在这个竞争风险中呢，会这个比较容易生存，因为我们也比较看重企业生存的历史，我们通常要投一个企业的，起码应该已经有10年以上的这样的运营历史。
经历过一到两个这样的经济周期的这种磨练的企业啊，如果它能生存下来，我们认为我们的投资风险就会比较低。在进行这样分析之后呢，我们很注意呢，有企业整个财务状况，我们通常呢都会要求他们，或者是经过中国有这个。 证券审计资格这样的公司呢，对您进行审计，甚至呢，我们会对比较大的投资呢，要求有这个国际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它进行审计。进行审计呢，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它整个的财务状况，以及呢，这个我们对我们的估值，因为对在中国通常现在投资企业呢，是采取用这个市盈率法进行这个计算。 所以呢，我们必须市盈率法呢，实际上是跟它的利润是有很大的、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合格的会计师对进行审计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对它估值的基础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们通常会坚持，要有这个非常好的会计师进行审计，然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提交给我们的投资委员会。像在我们的公司呢，我们会要求这个。 这个投资委员会呢是由5个成员组成，那我们会要求全票，通过这投资，这样呢我们才会对这个企业进行投资。我们的投资委员会呢，主要是包括投资的几个方面，就是这个GP 呢，我们讲的是由一个美国的基金和中国这个机构组成的，那只有他们一致同意了这样的投资，那我们才能会对这个进行企业。 进行这个投资的这个谈判，那我们通常呢对这个企业呢会要求我们，通常我们是不控股，因为它的我们投的是很好的企业，它马上要上市了，所以我们认为管理层呢他一定对这种企业管理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我们不会要求控股，但我们呢会要求有一个董事会的席位，一到两席的董事会的席位。那从我过去的经验上呢。 为什么我在讲公司现在中国的公司之所以结构还是比较完善的？那通常我们作为董事，因为我自己也在这样的公司董事会里边任过职，那我们呢还是非常受尊重的。在公司的只要我们规定好在哪些通过要需要董事会的批准，那我们呢在这个大绝大部分时间呢都会那个事先得到通知，而且呢会参与整个这个决策的讨论和最后的批准。 那就我们通常是会要求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对企业的这个报告制度。我们要求月报、季报和这个年度审计的报告会适时的提交给我们，让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这个投资的企业它会一个什么样的运营的情况。另外，它在这个上市过程中，它对上市的决策和就我们可能会退出，因为到3年以后，我们通常会要求3年会有一个赎回的。 这样一个条款，这在中国投资里面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条款。那赎回的利率呢？因为我们当时进的比较早的时候，会要求15%。那在中国呢，目前的赎回呢，应该是10到12之间都会有的。这样呢，起码呢保证了我们投资的这个 downside， 就是那个最低的这样的这个回报。 那个时候是15，那现在呢，通常希望能保证你10到12这样一个最低的回报。那这样肯定前提是公司还能正常的运营啊，这3年以后公司倒了，你可能1分钱拿不到，那这也是对你投资判断的失误。那我们呢，到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在后面会讲到这样的案例啊。 再有呢，就是在这个我刚才讲到嘛，就是在投资过程中，那我们通常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呢，因为现在的中国，我们有句这个开玩笑的话嘛，叫全民PE啊，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年里边呢，这种私募股权投资呢，在中国都取得了很好的收益，所以呢，这个很多资本呢就开始这个 rush 到中国去了，包括国际资本和中国自己的资本都到了 PE 这个行业里面去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企业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选择的，它会请谁来进行投资，可以，尤其对好的企业，所以呢。
作为一个好的这个投资人呢，你对企业拿过去的不光是钱，其实中国大部分企业呢，好的企业它并不是缺钱，因为给了投钱的人非常多，它呢是缺的一个全面性的这种专业服务。这个服务呢，实际上包括呢四个方面，第一个呢，你给他投入了资金，第二呢，我们通常呢还可以给他带来市场或者战略性的好处。 我们会请来这个，专业的机构，甚至在市场方面呢，我们可能有我们的优势，帮企业呢打开整个这个市场渠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介入呢，改善整个企业的这种治理结构。因为中国的企业，中小企业和特别是民营企业呢，通常都是这种家族式的管理。当它生长长到一定的程度，比如它的销售额。 到8到10亿人民币的时候，利润呢已经有几千万甚至1亿人民币的时候呢，它正好成立是一个阵痛期，就它的管理呢要跳出这种家族式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圈儿，要引进更专业的管理模式和这个企业治理结构。那这个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投行。 去我们用中国话叫这个忽悠企业去啊，我不知道你翻译成这个韩文要怎么翻啊，忽悠。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很多这个增值服务，去帮你这个上市啊，可以谈出讲出很多的东西来。但是呢，我们呢去的时候呢，不但给他带来资金，那我们也有很丰富的这种这个资本市场的经历。所以我们把钱放到企业来的时候呢，企业就会知道我们是跟他同舟共济的，愿意跟他一起发展。 就会更愿意听我们的意见，就对于这个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对公司这个以后的发展方向这样方面。但第四个呢，就在他进入资本市场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团队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经验和国内资本市场经验，我们呢也能给他提供很多好的这个方向，就使得企业呢进入这个一个很良性的发展。所以我们在。 那个任何一个投资人目前讲中国呢，在机会非常多，也有很多私募基金都挣到了钱，但你是不是能找到好的企业，能够让企业接受你，最后呢还能全身而退？这实际上呢，不光是你有钱的问题，那个是要你要能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服务，那个这样企业才能接受你，才能让你成功的退出。 那最后呢，就是这个企业的你要对这个退出的管理，但退出呢有很多种方法，它有我们叫 recapitalization， 就别人把你的股权给买掉了，或者是呢上市公司呢也可能会去诟病你的机会，甚至呢可以做这个 IPO， 这个呢都是这个在中国退出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方法，我就不细说，因为我是时间可能已经有点超了啊。 那个，所以呢，我现在后面呢可能我会讲这个两个案例。那我们在过去讲两个很典型的案例呢，在就是我们自己经历的。第一个呢是一个做化工方面的公司，那它在这个产业里面呢，它是排名第二。那在我们投资的那一年呢，它的销售收入呢，大概相当于2亿美金这样的，就有利润呢大概有1100万美金。那我们呢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就投资了2000万美金。 那我们投资的时候是2007年对这个公司投入的，但是呢，它是计划08年是要在这个香港上市，但是呢，08年呢，就它已经通过了香港市场的聆讯，它遇到了金融危机，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呢，美林证券是主承销，在它上市的前一个星期，美林证券所有的承销团队都被开除了，这个美林证券当时也被美国银行收购，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完成。 它的整个这个上市过程，那好在呢，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详细的这种回购的条款。那个，我们呢也在公司里面和管理层一起呢，渡过难关。在08年，经济危机，09年这个企业是亏损的，但10年呢，它又开始这个利润更好，大概有2000万美元的利润。 但是在那时候重新启动上市呢，我们考虑3年，要重新启动上市，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有市场的不确定性。那我们决定呢，又赎回。那我们在这个
合同里面呢规定了我们有这个赎回的条款，赎回的呢是每年15%这样的这个利息的股息，所以呢这个企业呢就非常honestly 就是那个也就非常好的执行了所有的条款，我们投进去的呢时候呢是12月28号，所以在07年的。这个12月3，在10年12月31号，那我们就收到了我们2000万的本金，再加上每年15%这样的回报，所以这是一个案例。就是你这个我们呢也是通过一个国外这个国离岸基金的形式啊，外资的形式投到的这个公司。第二个案例呢 ，sorry。第二个案例呢是也是我们投资过的一个公司，是一个做化肥的公司，在中国，它在它这个细分市场呢是排第一，在我们投入的那一年呢，sorry 我刚写错了，它呢的这个销售收入呢是差不多1.15亿美金，利润呢是1000万美金，我少写了一个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联合了一个国际的另外一家基金的一个德国的一家基金，给他投了3500万那个美金，3500万也是2007年我们做的投资，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司呢就很顺利的在中国这个上市了，上市我们投资时候的价格呢是1.58块一股，那它上市，然后通过这个分股呢和这一系列的时候呢，我们的当时的750万股呢，最后变成了3500万股，因为它做上市前通常这样做一个分红和这个分配，所以呢上市的时候价格呢，那个平均价格呢是24块钱，那现在呢大概是18块钱，这样我们呢最近呢正在完成我们所有的退出，这样我们的年汇报呢。就达到了这个428%，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回报。但我们究竟可能还有更好的啊，那个，所以那个，这个呢，就是但是我们这两笔投资呢，都是作为那个一个外资的基金，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设立的像中韩基金这样的基金呢，在中国做的投资，所以我们是有比较好的可比性。那我现在管理这家基金呢，是叫这个。远瞻基金，远瞻基金呢是一个国内的基金，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合伙人呢，还有一些我们过去投资过的公司，他们上市完以后呢，这些老板也想进入到私募基金这个领域，所以呢，他们就拿了一些钱让我们来管理这些基金，所以我们就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这个企业这个资源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这是我目前在管理的这个另外一支基金啊，这有一个介绍，我就不再替我自己做宣传了。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再交流和讨论。谢谢大家。지난20~30년가까이현실무에서중국에투자를했던그런아주귀중한경험사례를저희들한테어느교과서나책에도잡지책에도나오지않는그런소개를해주신데서대단히감사합니다다음번은지우딩투자측에서발언이있겠습니다各位下午好，非常感谢这个主办方邀请我们那个参加这次活动，然后我这边那个也就针对我们这个九鼎投资，然后包括我们对成立中韩基金的一些初步的想法，然后大家做一个交流。首先呢，我这边也是简单的那个回顾一下中国这个股权投资行业最近这大差不多10年左右的一个情况吧，通过图表情况，然后介绍一下我们九鼎的这个运作模式一下。这个可能对我们以后这个做中韩基金的合作的话，会有一些参考意义，然后再提出我们的一些想法。从图表上看的话，就是在1995年左右的时候，中国这边活跃的这个基金管理公司也就只有10家左右。其实像这个崔总这边，其实是比较早参与到这个中国这个股权投资行业的。但大家看到这个数据上看，从这个2000年一直到
到2011年的话，这个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是猛增，这些活跃的基金数量，具体这个可能称作各种基金公司或者是投资公司的话，可能数字还比这个数字还要大。然后从这个融资金额上看的话，最近这差不多10年左右时间，每年这个募资的金额是有40%以上的一个增长，按照这个去年的数字来讲，差不多是600多个亿吧。然后从投资的数量和投资金额上看。 大家可以看到，在2010年之后，然后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这个我们这边的话，就几个方面看法吧。第一个就是宏观这个经济情况，包括这个政治情况，还有就是政策法律环境创业板的退出，一些重要的成功案例啊，然后也就刺激了更多的资金，不管是那个内资也好，外资也好，进入到股权投行行业。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投资数量的话就是猛增。 然后从这个 IPO 的退出案例来讲，中国来说是这个退出的一个主要渠道。2011年的话，这个实际完成退出的这个有100多家，170多家，也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数字。一般国内现在每年 IPO 数量大概是300到500家左右。这个有这个 VCP 支持的这个上市的项目，基本上能够占20%-30%左右以上，可能还更高。 所以说大家看到，就中国这个股权投资行业，就是如同刚才这个两位这个嘉宾也介绍了，是一个增长很快，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行业。九鼎投资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诞生的。我们其实是在2007年时候才成立，这个比这个催生公司其实晚了差不多接近可能有10年时间，也属于是这个晚辈后进者。我们这个5年发展也是比较迅速，我们也是这个在国家中国这边发改委这个有备案的一个股权托管机构。 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中国一个创投协会的一个副会长单位。然后我在去年那个青科集团对中国就是在华的这个股权投资机构的排名里边，我们是排在第一名。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然后但是我们在这个全国60多个区域都设置了分支机构。也经过这几年逐渐发展的话，把我们的网络就是由北京然后辐射到了全国各地。我们关注的有6大行业。 消费、医药、农业、先进制造、新兴产业和矿业这几个行业，在我们看来都是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包括证券化，包括消费升级、产业升级，还有就是这个城镇化这些大的趋势。我们这边这个在运行体系上的话，和这个传统的这个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可能有些区别。我们在这个建立投资管理这个体系上下的功夫比较多，后边我会就是比较详细的去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从2007年建立的时候，主要还是做这个人民币基金的管理，但是在2010年时候，我们也是和一家就是新加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管理公司的子公司，我们一起合资做了一个 offshore 的一个fund，就是在一个海外的离岸基金，其实也算是有过这个和外资这个基金合作的一个经历。 我们的那个美元基金投资人都是来自于像这个大马西下面这个祥丰投资，还有就是德国这个宝马集团这个 ODA， 还有安联集团以及这个瑞士合众集团 Allianz。我们在人民币这边的话，刚才那个就是韩律师也讲了一下，国内这个可能也很多是个人投资者为主，但是我们也在逐渐就是说吸引更多这些机构投资者进入，包括这个一些国企业。 包括中信集团下面的金石投资，还有一些这个民营企业，包括龙湖地产、集团春集团等等。这是我们公司那个去年所获的荣誉，除了就是青科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排名第一之外，那个合众集团也是一个中国对这个股权投资行业做这个数据研究啊分析的这样一个机构，我们是排在了第二名。 从这个管理团队上的话，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在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们主要的合伙人是有8位合伙人，大家看一下照片也都比较年轻。我们合伙人的主要经历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就第一方面是这个政府机关的工作经历，像我们那个有吴总、黄总，他们是曾经在中国证监会、还有这个人民银行 PBOC 啊这些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也有像蔡总，还有这个于总是在行业里面在实业经营这块有比较多的经验。 然后另外一块，我们是有这个几位合伙人是从投资银行 investment banking 这边过来的，对整个这个资本运作、上市一般是比较熟悉的，所以这个就构成了我们究竟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管理团队。
投资策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主要专注的是这些逆上市成长型的这个成熟的企业的参股投资，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去寻找一些并购以及国企改革的机会。我们这个定位的话也是比较特殊的，其实这个跟国内很多这个国际上的大的 PE 机构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定位这个大型的这种 buyout 或者是就是一些大型的国企改制，我们主要是关注于这个也是中小企业为主，但这些企业呢，它首先一点要是这个行业的龙头，也是这种比较是就是细分行业的话，也要是在前几名，然后它有比较稳定的商业模式，然后有比较明确的成长路径，而且在行业里边也会有比较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它在这个上市策略上还有比较强的意愿，它有这个意愿之后的话，它会把自己的精力啦，还有这个时间啊，各方面资源啊分配到这个上面，上市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通过尽职调查也要看这个企业在上市上有没有一些的硬伤，就是包括这个历史严格、法律啊、财务这方面，要扫清障碍。因为国内的话还是要 IPO 这种方式推出为主，就并购这块也的确是比较困难。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这个参股投资外，我们也做一些就是并购类的项目，主要是利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平台，我们投资了有这个数百家的这个企业，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出资人的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数量，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是希望去寻找一些这个并购类的机会，然后包括这个国企改制机会，通过我们在管理输出这个效率提升方面的话一些这个辅助，然后帮助这个企业成长获得投资回报。我们也比较重视这个增值服务这一点，包括这个给企业做一些这个资源的引进啊，还有战略上的一些合作，这个我会在后面详细去说一下。从投资风格上讲，酒井投资这个风格，可能业内的话觉得我们比较凶猛一些，但实际上我们一直秉承的是一个第一个是个稳健，就是我们不是去追求这个高风险下的这个高收益，而是说相对较低风险下的一个较高收益。而刚才崔总说那个有没有案例这个 IRR 超过400%的，我们还没有。的确是我们那个集控农机那个项目我们是做的比较成功的，那个项目我们的回报率大概是200%，这个 IRR 200%，这是算是我们是比较高的一个回报率的一个项目。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希望作为一个积极投资者，我们不光在找项目上要积极，就是你要主动的去向全国去铺市场、铺渠道，然后也要主动的为企业做增值服务。我后边的话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业务模式，可能也是比较有点特点的。第一个就是项目开发这一块，我们因为团队比较大，我们这个项目开发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就是三个这个纵横交织一个网络吧。就首先一点的话，我们一个垂直网络就是行业，我们关注各大行业，每个行业我们都会有一个投资部。我们这个投资部的话，会在行业里面去寻找这个行业里面的优质企业，通过跟行业协会也好，跟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打交道也好，去发现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优秀的这些企业。然后另外一个渠道，我们叫横向的，也是区域的。中国非常大，我们就把中国大概划分了60多个区域，然后每个区域的话，我们都会安排我们一个全职的同时全职的员工，他就在当地去一点点的去把这个各地的企业都找到、发现到，然后了解他的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依托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很多这个中介机构这个合作，包括律师、会计师、投资银行、地方政府，还有这个行业协会也好，这样的话就构成我们这样一个网络。所以说很多同行会碰到什么项目上好像酒井都接触过似的，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渠道搭建起来了，大家可能在哪个项目上都会有酒井的曾经有过接触。在这个项目这个调查和这个评审这块，我们也是要这个做的比较专业一些，因为国内这个投资机构更多还是新起的，很多也是因为看到这个机会有很多这种成功案例，然后投身这个行业，但是那个具体的经验也好，风险控制也好，可能就是把握的不是特别精准啊。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行业的话，这个发展也是比较一个过程嘛。我们是通过这几年的发展，逐渐把我们内部这个风险控制体系建立起来，每个项目从找到这个项目到最终完成投资，我们内部都需要经过这样大的5个流程，从立项也好，我们的非现场调查、补充调查，我们内部的评审，我们只有在内部评审通过这种项目，才会到我们的投决会里面进行去这个最后表决，然后最后完成投资。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对项目质量控制也是比较好，也是解释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发展比较快，包括我们上市这个成功概率、这个推出这个收益高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个投资之后的话，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投过的增值服务，因为投资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国内的机构都是在考虑赚这个市场差价，但是大家也都可能也会了解，就是现在中国这个资本市场，就是二级市场的估值和这个意向估值中间这个差价，这个 arbitrage 是越来越窄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更多的机构如果说没有在增值服务上能有很强的能力帮助这个企业。 在你投资之后，每年你的利润也好，你的收入也好，有足够的增长的话，其实你这种模式是赚不到钱的。所以说，我们这块也是经过这几年逐渐搭建了我们一个增值服务的一个体系，就我们叫一个投后服务的团队。这团队的话，就是第一方面的话，我们有一个专员，就每个项目完成投资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专员，他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个 coordinator， 一个 first person in charge， 他会去跟踪这个企业的日常经营情况。 包括发现他的问题，然后及时反馈给我们内部，然后再组织我们的这个专业小组，对他进行专业协助。如果这个企业想和需要这个资本上的协助，需要这个贷款，需要这个引进客户资源，需要去协助他去处理一些政府关系的话，我们这时候的话就是会有我们的专业协助我们的小组一起去完成。我们主要增值服务的话就在这几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上市的一个协助，因为国内很多民营企业，它其实对资本市场不是特别懂的，我们这个。 这个相当于整体投资这一块，在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然后协助他完成这个中介机构的选定，然后上市的计划的制定，包括里面问题怎么去解决，能够帮助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少走弯路。因为我们之前碰到很多企业，他在选中介机构的时候，可能的确也是被忽悠了。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说选了一个错误的策略，选了一个错误的机构，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他上市的进程就错误了，也有可能就错过了最佳上市时机和时间窗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帮助他。 经营管理提升，通过这个梳理它的业务流程，战略上的协助，提升它自己内部的效率。然后那个还有一点就是，激励优化。国内很多民营企业，它都是自己的这个家族企业，相当于就是股东和经理人都是一个人，但它下面很多这个经营层的人，其实在激励方面的话，就得到特别好的这个保障。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种更多的理念的灌输，然后协助他们去把这个下面这个激励做好，尤其是对上层钱的股权激励怎么做。 这个也提供很多建议，同时我们也其实他们引进一些专业人才，例如像这个需求比较多的，像这个财务总监比较好的财务总监能够真正那个在财务管理上给他们提供帮助的，还有这个像这个销售总监CEO 这些我们也会帮他去寻找，另外还有这个董事会秘书，我们这个国内上市的话需要法定要求有一个董事会秘书，这个我们也是很多推荐的专业这个有证券这方面经验的人才。 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产业整合，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那个上市那个第一家企业那个集团农机，在我们投资之后，协助他们做八个并购，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收入和利润在上市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我们在那个项目上的话，收益也比较多，也不能说全是因为我们这个赚了一个制度差价，更多的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增值服务上这块的确是做了一些很实在的东西。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品牌管理这块，因为很多国内的企业在这个跟媒体关系如何处理这块，其实是比较。 比较不擅长的，我们也是通过这点的话，通过引进一些媒体方面的人才，还有这个媒体方面的资源，帮他处理好跟政府啊，跟媒体的关系，让他这个后面的运营和这个上市过程更加顺利。这个也这个一点的话，应该我们究竟也算是在行业里做的比较实的一点，这也是我们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增值服务，让企业增长，我们在增长这块的话，跟企业共同分享这个收益。 所以我们归纳起来，不是说我们究竟投资是有某几个人，就是天才或者是投资行业的这个特别强的一些人，我们是依靠一个我们这种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一个体系来完成我们这样一个投资运作。我们有我们的项目开发体系、尽职调查体系、评审体系和我们这个投后服务体系，这样就组成了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打法，也是我们在行业里边立足的一个根本。 这边我就简单那个看让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投的项目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大概投的项目的话大概近百家，然后现在已经上市的项目已经是有11家应该截止到今天，然后这里边这9家是我们这个比较早的，像那个疾风农机和金亚科技是09年中国创业板开闸以后这个28家这个首先上市的企业里面的2家，然后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里面投的那个有消费的。 那个朗姿女装，然后也有制造业的，像这个百丽莲、那个明星电缆这些，也有就是化工类的，包括农业类，我们这个汇丰股份，它是做化工、做那个农药的。
就我们挑选的行业，主要都还是企业都是主要是在行业龙头，比如说在区域的龙头，或者是全国的龙头，比如像这个明星电脑，它就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特种电缆厂这些，这些企业的话在行业里边是有比较大的这个竞争优势。然后这一页是我们这个其他一些企业，这个像华东重机，这个也是国汇这边的话，华东重机、中远电子、红旗电红旗这个连锁，还有这个汉语电器，也就是今年。 通过这个中国证监会这个发展审核，应该今年六七月份或者说下半年肯定是可以就是挂牌上市的。这里比较那个有意思就是提一下这个华东重机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和那个合资的那个就是海外架构这个基金一起投的。合资之后的话，我们的那个合作方他们就给我们帮助这个企业推荐了很多这个东南亚这边的这个客户资源，它是做这个起重机的这个就是叫那个。 container crane 就是叫集装箱的这个起重机，主要用在内核这块的。我们也是这个借助了我们另外合作方的一个资源，拓宽了它这个业务渠道，然后在这个业务拓展上，在销售上也会有一个增长。前面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对酒井的一些基本的介绍，然后我们这边也是这个趁着这个机会，这个就是简单谈一谈我们对这个合作的一些构想。 其实，投资这一块的话，主要还是这个四个环节，就是融投、管退，就是你钱从哪里来，你投什么，怎么投，怎么管理，然后怎么退出。我们之前那个合作经历的话，也是比较愉快的。我们跟那个那是淡马锡下的那个小凤舞团队合作的，就是在这几个方面，就是最后谈谈我们的一些初步意见，也算是抛砖引玉。就第一个投资方向上来讲，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定义于就是中国包括韩国的一些这个高成长的，然后这个相对成熟一些的产业。 这些产业它的那个客户，或者说是未来的市场，更多是在中国，因为我们是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从这个人口的数量、消费升级、城镇化、还有证券化这些趋势来看，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机会。然后呢，通过借助各方面的这个优势，然后帮助这些企业去技术升级也好，这个拓展这个海外并购和海外的业务，这是一块。然后从管理团队上讲，因为韩国这边的话也是有很多这个。 全球的机构了，在这个并购方面呢，还有一些投资方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经验的。国内像我们这样机构，更多还是在专注于本土市场，但是海外这块的话，我们也是在逐渐拓展。但是更多时候，我们还是在就是中国这边的话去运作。所以说，在这个外面这个经济上，可能还是那个中韩这边还有比较大的互补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能够这个团队上能够两边去合作，这个也是比较好的。然后。 通过在这个专业上、资源上的一些嫁接，然后呢，引入更多的这个投资的理念和这个经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然后从资金上来讲，其实来讲就是国内就很多这个合资的基金都是在海外做的，在海外做的话，其实从这个架构上、从法律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问题，不管是跟合资韩国合作也好，还是跟美国欧洲合作也好，这个就是从操作上没有特别大障碍，主要还是在一个就是大家通过怎么样一个平台，然后把什么样的资金引进起来。像这个国内很多的这个。 这个政府也是希望就是把这个钱投和这个和 YC 一起合作去做嘛，我觉得就是资金上可以考虑就是两边政府也好，或者说一些一些财商也好，合资然后作为基石投资人，然后我们面对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去做这个事情。从增值服务上讲，其实刚才也说的比较多了，就是在这个增值服务这块协助企业成长这块有些帮助。然后很重要一点的话，还是在于这个海外这个资本市场，因为我们。 就是很多这个国内中国经历的这个投资机构，可能是以人民币起家，对这个海外的市场并不是十分熟悉，在这块的话也是比较强的互补性。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是能够这个在实际上的话有很多可以落实的地方。这个因为时间也比较短，我觉得就不多占用时间了。然后那个，顺便只是一些简单介绍，然后也希望通过这次这个论坛，然后跟那个更多的朋友去探讨一下怎么样去把这事情，然后有一个框架能够落实下去。 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到北京时候到我们公司来这个座谈讨论讨论，谢谢。 지우딩 투자가 투자회사가 그 짧은 시간에 그 중국에서 IPO계에서 독보적인 존재로 이렇게 부각될 수 있다는 것은 조직화, 세분화, 전문화 그런 그 인력 구조의 어떤 그 관리 능력이 아주 대단했던 것 같습니다. 좋은 여러 가지 그 말씀해 주셨고. 다음에는 그 실버선 투자그룹이라고
중국의 금융과 부동산과 대형 리조트 개발을 복합 겸비한 그 글입니다. 좋은 말씀. 大家下午好。这个，我在这个讲之前，我想这个还得说明一下。 我要在这个正式演讲之前，我想再说明一下，因为这个之前的这个我提交给这次会务的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这个中国城的一个演讲，然后这个但是是安排了这个今天中韩投资基金这个环节，我想也有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会务这个有意的安排吧。 为了促进这个中韩基金的这个构成，因为基金最关心的是投资项目，最关心的是投资平台，是最关心的是这种回报。所以我在这儿呢，换一个角度，让大家轻松轻松，是吧？让大家也感觉到这个，未来中韩基金有的放矢，啊，可以投到更好的项目。那么实际上中国城应该是，啊，韩国济州中国城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 未来中韩基金的一个投资平台。这个关于中国城，目前全世界华人总数呢，在海外的华人总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啊，无论是从亚洲、大洋洲、欧洲、美洲，几乎世界各地呢，我们都能看到有中国城。80年代，1985年，在欧洲。 意大利罗马出现的中国广场应该是比较正规的有规模的一个中国城。那么，在与中国交往密切的国家当中，韩国是没有中国城的国家。因为这个，在1996年，98年的时候，我和这个首尔大学的一位汉学家，叫梁碧成教授，我跟他当时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他在《朝鲜日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没有》。 没有中国城的国家，当时是在这个韩国还这个引起了一些这个反响。那么中国城实际上，我今天想讲的实际上是我的建议是要做一个在韩国留下了这个空间，恰恰是可以建立一个现代的新型的中国城。那么历史上中国城在 欧洲也好，在世界五大洲也好形成的，它是大部分是由于它的历史的背景，啊，就是许多华人当年为生活所迫也好，漂洋过海，到了各个地方，不断的打拼创业，一点一点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实际上是自发形成的，由于华人带来的这样一个不断的这个发展。 不断的创业，不断的聚，尤其华人喜欢聚集，实际上韩国城都是这样形成的，是吧？那么，但是这里边在之前形成的中国城呢，它的局限是没有办法把中国真正优秀的文化全面展示给这个世界。那么现在随着中国30年来这个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随着海外华人的这样的不断的这样的这个人员的素质结构，这样的变化，那么真正实际上现在是应该是催生一个新型的中国城的时候了，应该是可以打造出一个集，中国优秀文化、餐饮、美食、购物、娱乐、生活、居住、文化、教育、休闲、旅游、健康、医疗。 和各种新型产业与体的真正的现代化的中国城，那么我也是这次本来昨天我想跟那个济州的这个知事，跟他就建议，济州实际上是完全有可能承担这样一个开创历史先河责任的这样一个大任的这样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全球。 现代中国城之开创这个现代中国城之先河。所以下面呢，我想从几个方面呢，就是来论述我这个我想就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下这个
建立现代这个新型中国城的这样的一个可行性和必要性，正像这个我们知道那个韩国的国旗呀是太极图，是吧？那么中国呢一个古老的这个哲学《易经》，它里边讲的说，凡事要想成功，必须得有三个要素，那么就是我们讲叫做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我下面就从这个三个要素来论证一下啊，建立这个韩国济州中国城啊，实际上我们还有个副标题叫做中韩文化产业园区啊。那么我想从天时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中韩关系这个持续的发展，是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不断的这个合作。 以发展成为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2011年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不断扩大，贸易额达到2456亿美元，啊，人员往来超过600万人次。那么两国政治高度互信，啊，互访非常频繁。从07年到这个12年，实际上首脑级的会谈大概超过8次。 第二点呢，中国中韩两国的这个经贸交流，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势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到2011年，中韩贸易额已经达到20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是17.1%，占韩国全年贸易总额的20%以上。目前，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最大的出口市场，韩国呢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潜力前景十分广阔。中韩两国旅游的交流，那么韩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出境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下面这个图表呢可以看出，从07年到11年这几年间的这个。 一直在上升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我们方才国讲把这个建立韩国济州中国城叫做这个有个副标题叫中韩文化产业园区，实际上这个是对应我们中国目前一个大的一个政策的取向，就是中国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啊。在去年的10月，这个是中共这个。 中共中央专门关于这个有一个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么现在文化产业在中国是这个炙手可热的。那么再一个契机呢，应该说就是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那么真正走出去啊，这个有动力的。 应该说还是民营企业啊，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现在对外海外的投资是吧？已经是这个大家可能前一段从媒体上看到有这个我们那个民营企业要买这个冰岛的土地啊，各种各样的新闻都层出不穷，是吧？那么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啊，这也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中国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一些这个具体的措施政策啊，帮助企业走出去啊，比如说有一些补贴啊，有些金融的支持啊。那么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措施和战略，支持有优秀、有优势的企业呢到海外去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投资的这个企业中，民营企业是吧，成为最活跃的群体啊，上海啊，浙江啊。 很多民营企业啊都开始了这个对外投资，民企在对外投资中成为最活跃的群体，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企发展这个渠道比较活跃，风险意识较强，能够适应海外市场的不断变化。所以是以上这个几点呢，是我讲的是实际上是一种啊，我们叫天时，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啊，实际上它。 在天时上。
决定了这个韩国济州中国城的建立是叫应运可以应运而生的是吧。第二点呢，我讲从地理上讲啊，韩国是朝鲜半岛南部，总面积是九万平方公里。面临着这个东海与日本隔海相望，还有3000多个岛屿啊。那当然，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这个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济州岛。韩国在东亚地区呢，拥有战略性的地理优势。东亚地区拥有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生产世界1/5的商品，经济增长近些年来非常迅猛。济州岛啊，我是这个。 韩国大概我到韩国这个访问，可能有100次了，差不多。这从90年代起就开始干过，但是济州岛还是刚刚第一次来，第一次来。但是呢，在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课啊，了解一下济州岛。实际上，济州岛是一个非常有特点、非常美丽的地方啊。它是韩国最大的岛屿，是吧？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海洋性气候啊，有这个。 韩国夏威夷之称，那么现在它的区位优势呢，可从这张图上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尤其是和中国的这种连接，是吧？那么从沈阳啊、北京、天津啊。